爸母甘做有气，做人唔通讲是非，做人着爱讲道理，是好汉卖比较是安分守己，英勇好汉袂为难朋友兄弟，讲义气袂饮酒醉，无论地地里永远做我的兄弟，英勇好汉袂为难朋友兄弟，讲义气袂饮酒醉，无论地地里永远做我的兄弟。帝王若是攻打过来，安尼到时内忧外患是安怎？阿妹，我讲这话无唔对啊！既然也无唔对。你著好好去处理你的代志，莫讲一切为难。秋弟，你还为世己设想，无改良家己安危，为父足甘心。也毋过秋弟，我是你的红婿，我嘛有这责任救你啊。姐，你看，我父亲伫咧这老人的身上，看这伊的思想，姜子牙佮安怎厉害嘛想袂到，我会用这步。玉庆，你安做实是足危险。若毋是因为姜子牙伊正心情当咧乱，伊的决定，免哪有可能要发现你父伫这老人的身上。哎呦，大姐，不管安怎讲，我利用这个老人带世间的百姓去老公堂，嘛是有些效果啊。你敢知影？小弟啊，已经被判死刑了呢。只是安怎？只是啊，姜子牙那就真爱小弟啊啦。伊唔肯马上将小弟啊处死，只是暂时家关伫个家牢内底。将伊关伫家牢内？嗯。哎呀，大姐，是安怎是？人咧招弟，都无一定会死。啊？是安怎？你会讲招弟也袂死？拄则我温馨伫这附近，有听到土行孙、杨震、甲李富贵，因伫遮咧参详，因讲要去找李秋来救招弟。啊？刚讲李秋会无顾百姓的意思，放招弟一条生路，这真歹讲。你想看卖啊？姜子牙是世纪的神雄，又搁是姬昌上界器重的人。这姬昌搁安怎讲，卖替姜子牙设想，所以有可能放招弟一条生路。大姐，你讲了无唔对，也唔过我也是有办法。你有啥物办法？大姐。
什么？竟然发生这种代志？六爷，你来相信我母亲所讲的，我孙女绝对是完蛋的。六爷，我母亲拜托你，你来救我孙女的，我拜托你，六爷，我拜托你。六爷，小孩用性命保证，夫人绝对无罪啦。是啊，亲像嘛讲吼，伊是被妖怪所害，所以请侯爷做主啦。不给杨振退养村，内向起来。侯爷，你若不答应，阮袂起来啦。本将嘛相信讲，圣上夫人伊绝对无可能害人，所以本将会当先放伊出来。也毋过，总算是人命关天呐。所以本就爱恁三个人一起行凶，将这件命案调查给水落石出，恁做会到？吴队长啊！不给，这位免死金牌，你敢会行凶？行凶若看到金牌，你也不敢无将夫人放出来。我再讲，闹毕业的时阵。本就咪使去找西街百姓，解释清楚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侯爷。夫人有救啊！夫人有救啊！呢。侯爷，侯爷，你哪来这？我是听杨姐如英甲我讲，我知影讲你用怪力加入来。拢是上天的毛，哎呦呀！你来照顾我，上天真正是最该万死啊！上天，唔免安尼啦，起来，起来，紧起来！哎，尤爷，你讲尤振甲不给去找你，敢讲是为着我的代志是？因当然嘛想要救你，所以才来找我。这个不给想，啊，想哪讲伊拢唔听啦，伊哪会去找尤爷还麻烦啊？伊安尼做嘛是唔对的，你何必怪伊呢？只是，只是安怎？你嘛知影，所有的百姓拢来西北府，讲是你害死白准侯的呢。我虽然是侯爷，也毋过，若是无遐子民。我是要安怎做侯爷嘞？搁再讲，遐百姓若是唔服强主教，若是反对强主教，那恁将来强主教是要安怎再做丞相嘞？是要安怎管理社稷？我真是为难，我实在是真为难哦。侯爷，你千万袂用为着我来为难，更加不应该为着我来冒险，来失去社稷的百姓对你的爱戴。侯爷，我真正无值得你安尼做哦。也毋过，我嘛免害你啊。无，你无害我，我已经真清楚，我应该要安怎做。小弟，来当兵你安尼上介好，那安尼本着。侯爷。请你莫阁讲，小弟是要拜托侯爷你一件代志。阮人对我真好，嘛真关心我这个三伯母。可是我若阁一世人留伫伊的身躯边，只有增加伊的麻烦，增加伊的痛苦。侯爷，请你答应我，我小弟若无伫了后，请侯爷替我照顾阮翁，好不？爷爷，你待我待天，就你好心人，就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夫人，你赶紧起来啊！爷爷已经走啊。you
袂水好过。是，秀儿，马上就捧来。一罐毒药，是我对神农憋草经内底研究出来。我本来是要给我一只小黄吃，伊年纪老迈，搁规身躯残病，想讲给伊较好死的，想袂到这罐毒药，却用在我的身上。小弟讲了无唔对，文艺才拄啊低，大家拢疲惫不堪。我应该烦恼，赵王敢会攻打过来？假使孔文太师带兵来还，我要安怎防范？想袂到小弟会拄着这款代志，我想要释放伊，我惊百姓不好。我听阿招弟甲我讲的话，句句拢有含义，但不过我却无法度坚持。目睭紧紧看着，伊关伫家牢内面。强子啊，你真是无啥物办法。走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师兄，走，师兄救我啦！不给。你讲招弟有救啊？嗯，是啦，先生，因为哦，杨振较巧啦，杨振想到会使去找小爷，啊，阮三个人去找小爷，小爷就帮他免死金牌，了夫人一命。嗯，哎，对，叔，金牌者。哎呀，五哥呀，你哪去惊动小爷啦？先生，不是我去惊动小爷啦，你嘛讲过啊。这白俊豪是靠妖怪害死的，你哪当目睭紧紧看夫人死去？叔，虽然吼，后爷吼送咱这免死金牌，但过后爷嘛有讲啊，我吼叫咱一定要把这件代志查清楚，安尼吼，才我都洗清寺庙完整啊。对啊，叔，咱即马吼就来紧的把寺庙放出来，咱才有这件代志吼查清清楚楚。对，要查清楚。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，先生，那是安尼，不如我落去应用解。杨正，你要落应用解？无对，我落去应用解去想办法，将这白俊豪分袂带转来，然后当大家的面，甲问候清楚，看是毋是夫人甲害死的，安尼代志毋都清楚。杨正，你那是安尼做，是有违天条。为着要救夫人，我无多管遐多啊。对，啊，你也知影你我都落去应用界。我伫七十里面内底有学着济啦，如今我平安通会当看到应用界的代志，所以先生，带我来去应用界，去甲白俊豪分配带转转。上过，伊可能将两个师兄会当踮伫这世间。师兄啊，你都莫考虑遮济啦，即摆只有应用界的办法是上好的呢。哦，你卖想遐济啦，即摆吼咱上着，赶紧甲寺庙放出来啦。无你敢忍心看寺庙放关拢内底？我哪会忍心？我捌去家楼看过伊，你敢知影我心内偌痛苦啊？唉，既然是后爷的好意，先生啊，既然是好意，先生你千万唔通辜负后爷的好意啊！对啦，师傅。多谢后爷，多谢后爷，叔一定多谢后爷，紧，紧，不要紧，好，紧，紧。我就得一世人，
当嫁到你这个好阿，我真正心满意足。我的心之爱，你知的，我为你甘愿付出一切。我为着你的前途，我不愿搁再害你，我嘛不愿搁再留恋这个世界。招弟啊，已经给我憋死啊！你这是将招弟憋死啊？我唔对啊！我唔甲你讲过，我要变成机场的模样，甲伊讲一篇大道理。招弟啊，这么介意姜子牙，一定会为姜子牙设想，为伊牺牲啊！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已经死了。曾经有你的生活，想要认真的感情，希望一摆的决定，希望一摆的钟情。往事前程随风飘，无留一丝旧感情，希望一摆的勇气，不是错误的决定。